再离开，像桑角那样。不要，求你。孤是个讲理之人，你选一个心爱的回到你身边，另一个就给孤殉葬。不要。如何呀？澹台明朗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叶希雾和叶冰裳，你选一个吧。雷劲越来越近。叶希雾，生死关头，你都不愿再看我一眼吗？你若不选，两个孤可都要了。不要！我只有一击的机会。怎么样？想好选谁了吗？陛下，我求你，救救我！叶希雾，难道你就不希望我救你吗？阴阳双镯戴在两个人手上，只要阳镯的主人不死，阴镯的主人就不会死。论其根源，就是用阳镯主人的阳寿来为阴镯主人抵御死劫。叶希雾，就算你厌弃我，我也会不惜一切留住你的性命。杀了他们！救救我！雪儿，放了。叶冰裳，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亏欠你了。叶希雾，这样你都不在乎吗？看来你在他心中并无价值，那姑给你解脱。永远也别想偿还。不，不可能。叶希雾，你在做什么？快给姑停下。让你再离开，像桑角那样。